我是1975年属兔子，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哦，我是大概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？你赶快要许个大愿呐，念姐姐咒啊，念6000遍姐姐咒。6000遍姐姐咒。啊，然后念，然后念6000遍准提神咒。好的。就找得到了。好了好了，听不大清楚，再见了。感恩师傅。嗯。